场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练律师的舞台。要来到我们练律师的舞台呢，小手只要举高高，就可以拿到我们练律师为大家所准备的精美好礼。所以现场朋友手手举高高啦，请大声告诉我你们来到哪一家的舞台。游戏哦，它是由九把刀历时8年所著作的小说，总共20卷的小说，把它改编而成的 online game。同时在里面呢，所有的角色人物都会在游戏里面化身为英雄的卡牌。所以请问一下大家，如果你想要在游戏里面看到小说里面的角色，可不可以看到啊？可以，非常好，大家跟主持人很有默契哦，就是要知道主持人说可不可以，才要说。冰分乐哈，大家很缺热量的请举手，喊了很久热量都消耗完了请举手，需要热量的举好了。请问一下来到哪一家就可以获得热量？好可爱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在现场这么多礼物给大家之外呢，还要告诉大家，除了角色都会在我们里面化为英雄卡牌之外，连我们在小说里面很重要的命格也通通变成你的必杀卡牌。所以请问一下，在小说里面很重要的命格，在我们的游戏里面可不可以看到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化身为必杀技？可以，后面的朋友接好喽。好好好，来，再来拿出一个好一点的东西好了。来，我们工作人员呢，很怕大家喊一喊口很渴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送大家饮料一下。那这个呢，拿它很简单，请记得你们双手先举起来，主持人会轻轻的往前面薅，所以大家呢不要紧张，不会拿错你们的头哈。朋友们，请问喽，我们这么好玩、春节绝对不能错过的 online game 叫做《练律师》，请问一下大家，你这个春节绝对要玩的游戏叫做《练律师》？好，再来再来，还有喽，左手边的朋友，请问一下，如果你要看到性感的小野猫，就要到《练律师》，非常好，先送一下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现场陪我们啦、啊，等一下双手举高高，借给我们可以吗？用你们最热情的尖叫声跟掌声，欢迎我们最性感的小野猫为我们带来的性感野猫舞喽！让掌声欢迎！好的，我们现场朋友们呢，可以掌声跟尖叫声在哪边？You wanna do dirty? You wanna do dirty? You better go fish. You wanna run the game? Sit in mountains. Look hot in a bikini. You better go fish. You wanna live fancy. Live in a big mansion. Party with friends. You better go fish. You better go fish. You better go fish.